speak Chinese. I'm native Chinese speaker. 啊，OK，OK，所以 let's speak Chinese。OK，好，好的，高兴见到你。那个Ruth 老师还有艾科他们都说你非常不错。我想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你是哪个学校，在哪里，几年级？好的，我叫王敏，然后我现在是纽约大学2年级的学生，刚开学，然后我学的专业英文名字叫 Digital Media Design for Learning，就很麻烦，听着很麻烦那个名字，但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就是去做产品经理、产品设计师，在教育行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industry，所以说我基本上是现在在学，就是在这个专业学习。然后在来纽约大学之前，其实我在国内已经有差不多3年的工作经历，哇对，是全职的工作经历。我一直在北京工作，然后在国内的2家教育公司做过产品设计师和学习产品设计师，就类似的这个行业吧。然哦！哦！后后面在自己做工作的过程中，就想出来再读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就又再次申请，然后来的纽约大学。所以你是硕士的第二年，现在。对，我是硕士第二年，I see。你们是2年的，那么什么时候毕业呀？明年5月份。明年5月，OK，好的。然后你是参加了 Ready AI 的工作是吧？对对对。哦，那你具体参加的哪个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我参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因为我是7月中旬吧。差不嗯哼。多中旬的时候才，跟Rose 联系上，是之前的一个朋友推荐的。然后这个朋友其实也应该在您的公司工作，然后他可能就把我的简历和我的 portfolio 发给了 Rose。然后我们聊了之后，他就觉得，然后他在了解了我想做什么之后，其实我在从7月中旬到8月底这大概1个半月时间做了2个工作。第一哦，个就是因为我其实是 UX design 相关的，所以第一个。project 是要把他们的一个 proposal，用 Canva 这个工具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这样一个 design，因为他要发给这个学校去看，这是第一个比较小的 project。然后第二个 project 是跟另外一个同事叫珊珊和他一起做的，把他们的一个叫 AI and Me 的这个 course 变成一个以后放在手机 APP 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我相当于重新设计了那堂课，然后做了那堂课的原型，然后。对，然后发给了珊珊，然后这个过程中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啊，包括修改，所以说其实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还是做了大概2个 projects。I see，哇，太好了。你以前接触过人工智能吗？还是没有太接触过？哦，没有，没有接触过。哦，然后呢？那你做这个 AI and Me 是一个人工智能入门教育的一个，可能是现在最popular 最受欢迎的这么一个课本，在对，对，在美国呀，在中东啊，在欧洲啊，都非常多的学校、学生、家长在用。那你在做这个过程中理解这个概念啊，然后把它再重新来吸收，重新再来展示出来，这个过程有遇到困难吗？怎么解决的呢？明白明白。其实我觉得我就是这本书或者他们之前设计的那个课程的，就是 target learner。因为我对 AI 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懂的，虽然它这个东西是比可能是给年龄更小的一些小朋友设计的，但其实大家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在 AI 方面有任何的 background 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去学那个课的。所以说，在我在学习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流畅的，因为他们把很复杂或者很大的一些概念会放在实际生活中，让你觉得哦，原来生活中这个东西就是 AI。然后他们还会举很多的例子去教你说这个概念其实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当时跟珊珊在沟通过程中，我就觉得，哎，很多地方我觉得都做得很好，但只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作为用户有一些instruction 啊，我不是特别的理解，或者是说可能怎么样设计我觉得会更好，可能在这些小点上，反而我还因为是这个相当于是学习一个课嘛，我反而可以提出很多的建议，然后这个其实对我的工作也是可以反哺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困难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就因为这个课设计得很不错，但是其实还是对有一些小的。User experience 方面的一些小点是可以对改进的。对的，对的，很多地方是要不停的来反馈啊，改进。对，因为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是，从这个 CMU 啊、MIT 啊这些，
大拿、大教授他们的概念。所以呢，这个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他们能把它给它这个复杂东西简单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对，所以你在这儿呢是做的是很实际的用户界面、用户体验、用户交互的这个工作。对。哦，OK，太好了。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手机的平台上能够展示出来了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没有到就是那么后面，其实现在还在最前面，就是已经把这个将来在 App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图，所有的界面的原型图全部都画出来了。然后，可能后续需要一些 UI 的设计，就是一些美化上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可能需要后面的同事再去精进一下，然后可能才可以去跟后端就是开发就是 developer 去沟通，然后他可能才开始对去做这个 app，然后上线。我听珊珊的规划是可能要到明年后半年的时候，可能才可以上线。那你做这个实习，这是你在美国的第一次实习吗？还是你在美国以前还有别的实习的经验？这个其实我之前这是我的第二个master，对，这个你其实的在第我二个 master，哦，I see，我的第一个 master 是在宾大读的，所以说我刚才那个朋友把我介绍到这个公司的，其实是我在宾大的同学。然后这当时第一个 master 结束的时候，我有在美国工作过一年，也是全职工作，所以说不能算是第一个实习，但是可以是这个我这个 UX 行业的第一个实习，I see，对。哦，哇，那你在国内也有很多的工作的经验，在美国也有全职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对，美国的可能比较短吧，就一年，然后就回国了。I see，好的。那你觉得做这个工作的话，它和你的未来的这个职业目标，你觉得是更清晰啦，还是让你觉得，这个会让你未来的职业会有所转变，还是怎么样呢？跟你未来的职业的目标的有什么帮助吗？对，我觉得我不了解其他人的 internship，但是我觉得就我这一个 particular 这个 internship，我觉得是更清晰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这个过程中有好几个点是能帮助我更清晰的。第一个就是我在跟 Ruth，包括跟珊珊，就这两个同事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直接跟我说你要做这个 project，他们是先跟我沟通，哎，你要做什么？你觉得你的strength 是什么？然后你想让我们这个公司给你提供什么？他们都是以这样的这个姿态吧去跟我沟通的。所以说有前期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其实我想做的事情，让他们也知道了之后，他们给我安排的工作其实是会帮助我更了解。OK，那 UX design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真正的工作环境中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去跟同事沟通？所以说是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的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未来的工作是有帮助的。第二个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尤其是第二个就是跟珊珊一起工作的，我觉得她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个行业里面的人了，她其实也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然后她有很多的经验，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交流，我有。不管是问题啊，不管是这个 project 的问题，还是说，比如说我将来我在美国找相关的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给我提供很多的建议。就说我觉得这个 internship 的这个 mentor 是很非重常要的好，这样的一个人，对，然后他其实很多时候会帮助你去解决一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对我之后的这个选择肯定是更有帮助的。另外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读这个 master，我的目的就可能比一些刚毕业的小朋友会稍微的明确一些，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知道我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自己在申请这个专业的时候，我本身也做了很多的 research，所以说可能对我这个之后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加分的，就是加分，做 internship 是不是一个加分的过程？哇，不错不错，对你说的这个，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跟你一起工作的这个 mentor 啊，不能说导师了，珊珊年龄也不大，但是他在这个领域里呢是有很多很多经验的，而且是得到很多的这个行业的最一流的这个专家的真传的，他可能跟你有很多的协作，还有在一些地方呢，可能给你一些指导。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然后，那你跟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的沟通的这个过程顺畅吗？还是在一些地方
比如说文化的方面啊，或者是工作的进度方面啊，有过什么冲突啊，怎么解决呢？其实还好，因为我做的这两个 project 一起合作的伙伴不是特别的多，就说可能也会稍微方便一些。可能有的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和珊珊，我们俩一对一，那就非常的 flexible。他有空的时候，他就随时告诉我们，就可以开一个这个视频。但是可能两个小的问题吧，我就 be very honest。对呀，对。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我主要沟通的人有珊珊和 Ruth。然后我们三个其实，在不同的时区，就是珊珊在中国，然后 Rose 是全世界到处飞，然主要后，在欧洲这段时间，他对，然后我又 base 在美国，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些 schedule，然后比如说我给他发了这个邮件之后，他可能在我凌晨的时候才给我发回来，他可能说，哎，我们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但是其实我不是这个工作的状态，所以说可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延误，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我。在第一个 project 里面就有，我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刚开始其实并不太清楚，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大家在不同的时区之后，我就跟珊珊在开始我们第二个工作之前，我就定了一个 timeline，我就跟他协商说，哎，你看我们这个 project 我分成这几个部分，然后到几号我们是一个这个 milestone，然后到几号是一个 milestone，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其实沟通就会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 timeline 其实对我们两个人非常的有帮助。后面其实他也会说，哎，觉得很不错，就不管是在效率上呀，还是沟通上，其实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很就是一个小的问题，但是又把它解决的。然后第二个可能小的问题是，因为我第一个 project 主要沟通的人是 Ruth，然后 Ruth 他可能事情很多，因为他可能是那个公司的 CEO，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他就比如我给他发一些邮件，他太忙了，然后约他的时间他也会他的这个 schedule 非常的满，所以说我觉得就稍微有的时候会觉得。哎，给他发个邮件可能要两三天，他可能才能给你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然后包括我们在排时间都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所以说，其实我当时有想到说，让他能不能给我指定一个类似珊珊这样的 mentor，然后这样我就能更 focus 了。所以说，第二个 project，我觉得他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让我跟珊珊主要工作，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没有了，还好，对。OK，对你说的第一点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一个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对吧？你这个团队他怎么来协作，怎么能够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更快？其实呢，这是每一个公司、每个团队都遇到的情况，而且呢，各个团队他有他的情况。你像疫情前呢，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工作，那这样呢，沟通就相对容易一些。但是现在疫情之后呢，是大家都是分散在各个家里啊，或者是像你这个是极端的情况，对吧？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你这个时区至少是差6个小时、5、6个小时。对，所以呢，在这里边呢，就是怎么能够有一个这个团队的一个协调的工作起来的方式，对吧？你要是处理不好呢，那可能就一件事儿可能就得拖上12个小时，拖12小时就拖挺长时间。那处理得好呢，可能大家就能更好的来协作起来，这是学到的很好的这个经验呀。因为你这个到其他的公司以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的。对。然后呢，这个项目里边的如何的时间管理，那也是，因为项目里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呢，是不是说，哎，这个人就100%是干一件事儿，他可能同时有好几个事情在做。那么呢，这个如何呢来协调某一件事儿的这个时间线，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是的。对，你也在国内工作过，也在这儿来工作过。Ready AI 又是一个这么一个小公司吧，对吧？你从人数规模上来讲，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你觉不觉得很屈才呀，对吧？你又是宾大的，又是 NYU 的，目标又是要当交互设计的项目管理，这个怎么看呢？这件事儿。肯定不是屈才，就是，首先我觉得作为，就虽然之前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有做过全职的工作，但其实我现在做的跟之前做的还是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是 UX design 这个行业的小白，其实相当于是很初级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为了我想做什么而给我
project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公司，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很重要的一些技能，然后包括不管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可能学到的一些 time management，还是说我的硬的一些技能，比如说用的一些工具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有很大的提高。所以说我肯定不会，觉得说会不会觉得太小？再一个就是，其实我本身就是怎么讲，就我在第一个 master 毕业的时候就面临过同样的选择，就是你到底是去加入大公司还是去加入小公司？我其实当时加入的是一个大公司，还是国内一个很大的公司，但是其实我加入的那个团队是一个 startup 团队。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喜欢 startup 的团队，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就是我觉得在 startup 团队里面，大家都是初始的成员，然后初始的成员相对而言，大家的目标都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说你在这个团队里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大家有利一起使，然后目标很明确，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感觉是很好。它其实在无形中减少了很多沟通的成本。就是我是很喜欢这样的环境，而且大家都很有干劲儿。但当这个公司大了之后，人很多了之后，那就，对吧，就没有最开始的那种感觉了。这个非常明显，在我加入第一个 startup，然后后面我们刚开始我们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后面人数越来越多了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说人数越多，它这个就是往上走，它其实就我觉得它是有点对往下走的。所以说我其实面临过这样的选择，这是第一个我喜欢 startup，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 startup 里面，大家所有的交流会相对而言比较扁平化一些吧，就是比如说你的很多的，怎么讲，叫我们叫 boss 对吧？你的老板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不是说我们好像理解那种 boss，他其实更多的像一个帮你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找他。但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所以这就是为啥我很比大较公喜司欢里，小。老板就只管人了，就不管事儿了。所以是这个小公司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小团队，它的动力比较强。然后呢，很多东西呢，尤其在小公司里呢，你能够我是觉得呢，更能容易对新人来讲能看到全局。你知道，哎，你的这个工作，它到最终用户的那是什么样的？不像你如果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就做一个小的一个功能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啊、计划呀、产品啊，你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这样的话，可能呢，它不如这个小公司呢能够学得快。这样，你这在这儿的实习的话，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都有啥首先第一个收获就是，学会两个工具，呢？这个特别的重要。之前给我这些 project 的时候，其实还因为两个工具我都不会，或者说不能说不会吧，就是只是听过，没有真正的用这些工具做过 project，所以说还是挺心虚的。但是在做过程中，其实无形中就把这个工具学会了。第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Canva，它其实是一个 graphic design 的一个工具，很好用。然后第二个叫 Figma，这其实是一个 UX designer 必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两个对我之后找工作都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我对，相而当于。且你说的很重要，就是学会这个工具吧。虽然你说呢，哎，我能自学，但是你自学和你在一个项目当中学，这是完全是不一样是的。其的，实呢，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你甭管是哪一个行当吧，你是芯片设计也好，什么 UI 设计也好，其实呢，它这个行当里就那几个工具。那么呢，你这个工具能够有经验，能够使熟了，人家就会要你。而你如是的。果是没有进入到这个行呢，那你就没有机会来碰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就很难。你说呢？哎，我就在学校的哪个课程的项目里做了一个什么事儿？这个工业界他一般不听这些话，所以呢，对，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哎，你使这，即使呢你去到比如说什么亚马逊啊或者什么这些公司，他即使使的可能是更高级的工具，或者可能他更专业的工具，但他也知道说，哎，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很多的同学呢，就是眼睛呢，他老盯着是，哎呀，这是不是花旗银行啊？这是不是亚马逊啊？但是他呢就不知道呢，人家花旗银行、亚马逊，人家看的都是什么？其实他最后看的呢，就是你对这个实际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理解。对，所以你现在你就说，哎，我实际的东西，我有这样的经验，我做出来一个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而且你们这个用户界面的这个整个这个行当吧，他还需要看你的作品，对吧？这个对，对。所以我这个实习结束，我就 我的那个 resume 上，我就赶紧加上 Canva、Figma，就是会的。
工具就对，这个赶紧加上。对的，对的。然后这个 portfolio 也都能够加上，而且呢，你这个可能你干的这两个项目呢，都是能够面对外面让人能看得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有的人哎，他干这个东西，他没有最后的这个产出，这就比较难。那你这个呢，就别人能看到你，你就可以放到你的这个 portfolio 里面。对，对对对，是的。挺好。这个当时其实入子也有跟我最后 feedback 的时候，他其实有讲说，哎，你这做的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 real example，就是它真的是在实际的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是发挥作用的。比如说你做这个 report，我们真的是要给我们的 customer 去看，然后你这个 prototype 将来是真的要有人去开发，给做给那些小的，就是这个学生去学习的，所以说就会比一些课堂上的更具有说服力一些。对，那当然了，这个招人的经理，那当然最后都是要看这些东西的。你来这儿以后，你得能干活啊，能出活啊，对吧？你不能说我就光选这几门课。你刚才还说还有一个那个收获呢，还是这是最大的收获？还有一个收获，其实刚才我们都稍微提到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尤其是第二个 project，我其实是真的在做一个实际的一个 app，然后你真的以后要面对这样实际的用户，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比如说珊珊也给我提到很多，哎，你作为真正用户，你会怎么思考啊？包括很多的一些 feedback，我觉得UI design 这个东西，它就是你要做这个东西，空想是不行的，就是你一定是有一个真正的 project 或真的一个产品拖着你去，就是你才能实践你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可能我可能也可以跟你侃侃而谈的说，但是真的做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好像无从下手。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会觉得，哦，我知道大概我的那些学到的东西是怎么可以用在我的实际的做 project 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你一个项目吧，有没有实际的用户，有没有实际的这个叫 stakeholder，就是出钱的人，关注你的项目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对吧？因为呢，你甭管这是用户要给你花钱的，或者是投资人要给你在这投钱的，那最后都面临着一个市场，对吧？都面临着一个真正的这样的需求，你把这些东西给解决了，其实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商业逻辑和校园逻辑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校园逻辑呢，就是哎呀，我就是学这个理论，然后呢，我来想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呢，你想的东西呢，不一定别人愿意用，不一定投资人喜欢，对吧？那么你的这个商业逻辑就不一样。商业逻辑说白了就是市场要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投资人想要什么我就得干什么。对，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很多的同学呢，这个，甭管是名校啊还是不名校的，就是他脑子里呢有没有经过实际的这种项目的这种锻炼吧，他脑子有点转不过这个弯儿，所以呢，这个呢就比较不好。对，我看你是已经很通了，可能是也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工作的经验吧，还是对，还是会比较实际一些，知道，对，对。太好了，对。然后这个项目，你觉得你就做了这个6个星期，有这么多的这个收获，你觉得如果有新的同学在这个项目实习，或者你学弟学妹想要来这个项目的话，你觉得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可能建议，我可能是作为一个就是会比较了解，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啊，因为这个，我自己是觉得，我现在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同班同学在一起，然后我可能要一起做一些 group project，然后当然他们可能都比我小一些，然后会觉得普遍来讲，中国的学生在很多事情上不太，就是不是很 initiative。他们不是特别主动的，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意思去问 professor，然后很多时候是很被动的，不管是去做他的 project，还是去学习，还是一定要等到老师可能问你的时候，他们才说啊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光在学校，在工作上也是一样的。这比如个说我。在职场里呢，叫 take initiative，就是采取主动性，这个是在美国的职场非常重要。是的，对，是你的，讲。我就是觉得。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国的一些同学，大家讨论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太好意思说，哎，人家外国同学说出来，然后老师就会说，哦，it's a good question，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哎，
自己怎么不说，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怕说错吧，就是你如果有想法，或者说你有不管是问题还是想法，还是你觉得可能想沟通的，还是要大胆的去 reach out。 你只有 reach out 你才知道能不能行，能不能实行，到底对还是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哎，你这个观察非常的对。我呢最近呢也和一些同学和一些家长在讨论，就是中美职场对新人的一个期待。在大陆的这个职场呢，他期待呢你听话，你稳当。哎，这个他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哎，这个孩子很稳当。这是他们很多的，就是你别给我弄出事儿来。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他对自己的期待也是，哎，领导你最好把这件事儿，对吧，一二三四。什么什么步骤你都告诉我，然后我呢把这几个步骤做好。这是很多在中国的这个他们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美国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就是 take initiative， 就是说呢你在一个团队里呢，大家都是相对比较扁平化的，对吧，你就知道你的老板在哪儿，你的这个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他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就是项目的一个分子，一个成员。这个项目把你呢给请进来，就是呢看重你在一些方面你的这个才能，所以项目呢它是期待你有这个输入的。如果你呢来了以后呢，就是哎呦我就在这听着吧，我就等着别人给我这个具体的任务再做吧。那么这样的初期的工作的这样的人呢，可能呢他会得到的反馈也不好，自己的感受也不好。你说别的什么，你说这个美国同学也好，或者咱们中国人老爱跟这个印度同学来比。对吧，那印度同学其实他的这种文化上啊，可能呢就和中国的学生不太一样。你看有的印度同学，有的人说，哎呀，怎么这个印度人毕了业都去当了这个项目经理了，中国的同学当毕了业都是做这个具体的工作。那么在一些情况下，那就是啊，你当项目经理的话，你当然就更应该说了，你不说的话，你后边还有七八个人，你要为他们说话呢。所以这个他这个职场上的这种期待不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呢，在美国的这种公司，甭管大公司小公司呢，其实它是，我认为呢是对新人更友好，它是期待呢你能够有更多的发展，你能有更多的这个输入，然后呢来更多的体现你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呢，这是可能中美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你这个什么都不说，你可能就不会犯错嘛。你要是说，你可能呢是犯错，那么也可能呢是哎，有一个什么概念呀，一个什么一些点呢，可能别的人就没想到，那你把这个做好，你的产品就会更好，对吧。这些老的人，对吧，你这个 team 的人都不老了，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在这个项目即使有很多年的这种经验的人呢，他可能是面对问题他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呢这种新的这些 idea 其实呢，那当然还是在年轻人脑子里会比较多。对，所以你这个观察是挺对的，就是说呢新的这个同学实习生在美国的这种工作环境吧，如果想要做得更好吧，能够有更大的这个收获，你甭管是项目的收获也好，是职位的收获也好，那么呢是要有更多的这种主动性，要更多的能够表达自己，这样的话可能是能够在职场上呢可能会有更顺利。因为这个东西在它跟课堂上的逻辑是不同的，而且跟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逻辑也是不同的。对，你这个观察非常好。就您刚才说说，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take initiative 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怎么讲，就是也不是说我想 take 就能 take 的，就是你能 take initiative 前提还是你对你的工作要做的事情你是有多一份思考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作老板都说啊你去帮我想，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工作给你了你去做，但是呢可能大部分人就说 OK 那做我就做好就好了。但是可能当你比如说可能在这个工作上你有一些多的思考，你可能多些想法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说哎，那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要不要提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你对自己的工作要再深入一点的去想。我就记得我之前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的那个 leader 他就经常会跟我们讲说有时候一些问题，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什么用户上的问题，你都要比别人多想一层，就是不要总是浮于表面的去看问题，你要多想几步，可能很多时候你就会有新的 direction 或者说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对呀，对对，所以你以后做了项目经理的话，那你就得鼓励你的这些队员要创新性，要有这个 take initiative。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 PM，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工作之后，不是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上课，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期上了一个论文，就是我们的 thesis 的课，老师其实已经给你规划好这一学期你什么时候要干嘛，什么时候要干嘛，然后你就要跟着老师的步骤走，就是你只要不落队，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其实在工作中，很多时候是没有人给你提供一个这么详细的这么一个 timeline 的，所以说你其实是。老板可能会跟你说，OK，那我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可能比如说下个星期，或者是什么下下个星期，或者什么几号之后，我可能想看一个结果。那整个从现在到那个时候，这个过程全是你自己去，安排的。那我觉得做好一个很好的 PM，为你自己的这个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不要就是拖到最后啊，或者说有一些工作你提前没有安排好，因为你不可能就一项工作嘛，你一定是手头还是可能有几项东西同时在进行。所以说，我觉得做好你自己的 PM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当然我还不是很称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的时候很混乱，但是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了之后。对，对，哎，这个观察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呢，你要管理好自己，要呈现自己。这里边呢，你知道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在一个学校，你在清华也好，在 NYU 也好，对吧？你去上学，其实呢，你上学都是呢，你花钱给学校给这个教授呢，他给你呈现出一个课程，对吧？一个项目给你呈现这个作业的这些结构，对吧？你把这个做完了以后，哎，人就给你个学位，对吧？是你花钱来买的这个教授的这个结构，教授的知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到了一个工作的这个岗位，甭管你是实习生也好，你是这个 PM 也好，你是这个在任何公司里工作吧，他这个逻辑是反过来的，他实际上呢是老板。花钱来找你来买一个什么结果，对吧？对。对，你在中国工作也好，在美国工作也好，对吧？你老板把你请来了，是要给你钱的，对吧？那么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要给你的这个团队、你的这个老板一个结果的一个说法产出，对吧？虽然你现在是实习生，对吧？可能是互不给钱，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给的钱很少，但是呢。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公司，他对实习生，他不是说，哎，这个在这儿端茶倒水，给我发报纸，不是这样的。那么他也是呢，把你放到一个项目里面，是期待呢，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是有所作为，有所产出。你因为有产出了以后，对你还好，对这个项目才好嘛。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你要去到亚马逊啊，去到这个花旗银行，那更加了，对吧？别人给你。这个一年给你10万块钱，10万块钱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年是工作2000个小时，就是打包把自己的时间每小时50美元卖出去，这就是10万美元。所以呢，对方来花的这个钱，那你呢，当然就是要管理好自己，对吧？要最后呢，你得给人有一个产出，你别说，哎，花了钱在你身上，你最后交不出东西来，交不出东西来，在学校你就来个不及格而已。那来不及格，学校总归最后还是。尽量会努力让你毕业，但是公司可不一样。公司你不及格2次，那这个把客户给惹了，或者是这个东西做不出来，那这个组也不好啊，对吧？这个整个效也不好啊，对吧？是所以的。呢，在这个时候呢，那你当然就是要更好的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对吧？你说是做个人的项目经理也好，管理好自己也好，有产出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对方花50块钱一个小时来雇你。一年10万美元雇你，那当然希望你能够产生20万美元、30万美元，对吧？像在这个苹果，大家都想进。苹果是一个苹果的员工一年产生大概250万美元的这个价值，对吧？那你有这种价值的话，那你当然是你的收入高，这个是应该的，对吧？但你说你的价值就是这个3万美元，你非得让老板给你8万美元，那这个这样是很难的。其实这个呢，是在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逻辑呢，也是一些同学呢，他没有想明白这样的一个逻辑，就觉得说，哎，我就当这个接受方 consumer，就是当一个消费者，当惯了，对吧？因为你去学校去上 NYU，其实
到最后他也算是一个消费者嘛，对吧？我是花钱来你这个学校来，来这个买这个知识也好，买这个经验也好，买人脉、买学位、买什么，是还是你给学校这个花钱的嘛，对吧？但是呢，你要是工作，这就不是一个消费者，是老板花钱来买你，对吧？那这个呢，就是他这个角色就是变过来了，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这个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提高效率，实际上是这个作为一个职场人吧，咱不能说打工人，就是职场人的基本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是这样的，对吧？你说要这个产生价值也好，是要更多的成就也好，其实呢，到最后呢，你都是要产出的，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把这些东西呢能够管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具体很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很多的人他自己的时间管理不好，所以那你这样的话呢，你要是在学校，你可能就考试之前可能能够冲一冲啊，但你要在这个公司里边呢，这就非常难了。而因为你还要跟别人协作嘛，你这边你总是拖沓，你总是完成不了，那你会影响整个的这个进度。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就会影响你的升职。而且呢，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管理不好的这种一个品质的话呢，可能你在面试啊，在什么这些过程中呢，人家可能也不会愿意要你嘛，因为这些公司他就要的就是能够产出的这种品质的人嘛。对对对对。然后你这个专业现在是 STEM 是吧？对对，是在 NYU 哪个学校？是在那个 Stanford 是吧？对 Stanford。对对对，挺好的这个学校。对，然后那你现在已经开始秋招了是吧？开始这个投简历了，有面试了吗？你们要有 job fair 了吗？还是还没有？15号，9月15号，对，应该是这周五。对，15号这周五开始 ，OK。6号，对，对，对，反正呢，那现在就会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这些面试啊。明年这个夏季的这些职位，大概70-80%都是在未来两个月就这个落听了。对，落听是。对呀、啊，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反正我觉得你的经验也好，你的表达也好，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对，谢谢。对。到时候多谈你在美国的这个经验，因为你谈在中国的经验吧，他没有办法，就跟你别人跟人讲个故事似的，他没法 relate， 他没法来跟他来连接起来。然后你说呢，我是美国的这个经验呢，你哪怕是大公司小公司呢，他都会知道，哎呀，你这个他就会放到自己的环境里面。对，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验很重要。然后呢，对，你这个六周是我看你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悟也好，这个成果也好，这是非常努力啊。这个六周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而且呢，你的这个团队都是分散的，这个沟通呢还是有很多的间隔吧，对吧？时差的间隔，这个间隔其实我觉得是最难的，因为你的团队跟你都不是在一个时区一个节奏，其实呢，你能把这些东西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给它协调好。而且呢，又能够出结果，然后你的这几位负责的这个同事，对啊，都能够对你有很好的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主要也是大家都比较 supportive 吧，就是也不是说自己，我觉得大家还是很 supportive， 然后有问题大家都是先提前沟通好，然后再开始这个工作。对，所以就没有，其实后面自己做的过程中就不太需要说一定要跟大家实时的这样沟通啊什么的，尤其是我们还定好了这样一个 timeline， 对，大家就一个共识，说我们就 OK 按我们这个 plan 走，如果有问题我们再沟通。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整个这个同事之间会比较 supportive 还是很重要的。对对对，那当然是你这个公司的文化，这个团队的文化，它是和你自己的成就是直接成比例的。也有我们这个同学说去到哪个公司以后沟通就很不顺畅。有的公司的这种文化比较 toxic， 比较有毒。那么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学不着什么东西，也没得什么可说，过一段时间这公司可能都没了。这样的话其实呢对个人是不好的。对对，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说的然后我没有问到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我感觉就是跟您沟通了一下，我又重新反思了一下我的这段这个 internship， 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是吧？OK，太好了，你在这里能有很好的这样的收获，我觉得你在产出上面，在你的自己的感悟方面，还有你的这个沟通的这个能力方面，我觉得都非常不错。这个其实呢，这个 Ready AI 指 Ruth 是 CEO，他其实非常重视团队里边这个成员的协作和沟通，这里边是怎么说呢？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吧，就是这个学生，你还是有很多经验的，你是有工作经验，然后又有硕士，就算是有本科的学生，经过出来以后，沟通能力都很强，包括这个文字的沟通能力和语言的沟通能力，这个对你的这个将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就是你能把一个事情呢，能够给很好的一个表达出来，而且让对方呢能够。接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职场里很重要。这不像说你在上课，对吧？你是学个物理，你到时候把这个公式、把这个数算对了就完了。在职场里呢，你一定是要协作的，然后而是且的，是你要对我说呢，要不然就对客户负责，要不然就对投资人负责，对吧？是这个很有用的。对，是的。行吧，那就祝你在美国的这个继续的学业还有求职过程中顺利。谢谢那您，个，谢谢您。对，好的，好，好，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的，好的，好的，好，那这样，好，拜拜，拜拜。拜拜，